抓紧时间，动作快点，动作快点！哎，小心呐，小心点，哎，小心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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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抓紧时间！快点，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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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紧时间！快点，那那儿呢？那儿，爸。我二叔和姑姑他们家都搬完了，车已经走了。新中街的呢？他们是第一个装的，现在估计已经出城了。好，这边装完了咱们就走啊。那我妈和小娥他们呢？他们已经提前出城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快快快，快点快点，快快快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妈，你总得让我跟何雨珠打个招呼啊。不行，这事儿我和你爸早就商量好了，任何人不能告诉我。你得告诉我一声咱们去哪儿啊。到了你自然就会知道了。这叫什么事儿啊。哎呀，你别闹啊。刘师傅，你先别走，在这等我一下。好，我不走，我也住在这儿。明天我送你们上火车。妈，我必须得回去一趟。你这孩子，你想毁了这么一大家子人呀？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不光咱们家，还有你马伯伯一家人呢。要是让人发现了，大家走不了不说，一下就都完了。我不会跟何雨柱说的，我回去见他最后一面。妈，我要不见他，这辈子我心里这坎儿都过不去。你想想，你和我爸能有今天，还不都是他帮忙找的大领导啊？我不能忘恩负义呀。是不能忘恩负义，你不是跟他已经往下发展了吗？感情这个东西是要毁人的，你见了他能控制得了自己吗？妈，你要是不让我回去见他，我也不会走。你要不信，即便是明天我从丰台的火车站上了火车，开车前我也会消失的。你要是让我见他最后一面，我发誓我一定在天亮前回来。妈，妈，我知道我们这个利害关系，我知道我们一旦走不了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我更知道，如果我不见何雨柱，我这辈子我都对不起他。妈，你能回来吗？我让司机在胡同口等我，天亮之前我一定回来。我怎么跟你爸解释呀？你怎么解释都行。妈，我求你了，妈。刘师傅，您一定按我说的，一定在这等我啊！行了，您放心，您不回来我不走。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呀？
进来，进来。想我了吧？那你进，你进来。你有个女人吗？